港名妈祖吼，是咱啊国家指定吼无形文化资产吼。啊，今仔日是咱的农历三月十九吼，所以咱北港朝天宫吼，啊，所有啊咱的啊蔡董事长带领吼，咱董干事团队啦吼，以及咱有真侪吼，啊，咱的啊站铺啦吼，啊，咱球班啦吼，啊，甲楼主啦吼，甲真侪顶头啦吼，包括好爷吼、接炮吼，啊，这拢是啊，个咱的北港爷妈祖当中非常啊盛大隆重的。啊，所谓做盛会啦吼，伊求咱的这精灵艺歌吼，嘛是同款吼，真侪咱做大朋友、小朋友吼，拢希望会当来参与。那这边呢，佮加上吼，咱中央数位部的一个结合5G 的一个网路网际吼，那可以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5G 的一个数位吼，可以让我们呐亲临现场吼，感受现场的气氛了吼。那拄爱喝拄着拜人吼，所以今年吼，所有的正头艺歌等等吼。啊，拢比往年搁较济吼。当然吼，今年刚好也是吼，朝天宫建庙330周年吼，所以我们盛大来举办吼。希望吼，今天这个活动可以圆满成功。妈祖保庇吼，大家拢平安顺遂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